completely， 好 ，completely 这个字呢，词类是副词。在看副词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它的形容词 complete。好 ，complete 的音节呢，第一个音节落在 c o m， 我们念成 com，p l e t e。注意哦，我们说呢 e 放在一个字的最后面，它是不当一个音节，所以呢 p l e t e 啊这个字其实只是一个音节而已，中间的 e 呢发成长音的 e。重音落在第二个音节，所以这个字呢我们就念成 complete complete。 那 complete 这个字呢，除了可以当形容词之外，在这边它还可以当作动词，而且是个及物动词，中文翻成使完整。那我们直接先看例句。 She needs just one more model train to complete her collection。 她需要，只需要， just 就是只的意思，仅仅只要的意思。她只需要呢再一部 one more model train。 好，这个 model train 指的就是模型火车。 model 我们其实可以当作模特儿，那 model train 呢指的就是所谓的模型火车。好，所以呢她只需要再一部模型火车呢就可以 to complete her collection。他在收集火车，他可能是个火车迷，所以呢只要再一部模型火车，他就可以把全部所有的那个模型火车的收集呢都把它收集到手。好，所以完成这边用 complete。 那 complete 这个字呢也可以当作形容词，中文翻成完全的。我们看例句。 It's a complete waste of time trying to change his mind。 好，这个我们常常学到的同学呢可以呢一起把它记起来。 It's a complete waste of time， 这简直全部从头到尾都是在浪费时间，完完全全的一种浪费时间的事情。好，所以这是一个浪费时间。什么事情是一个浪费时间呢？诶，就是后面这件事情哦。 Trying to change his mind， to change one's mind 表示改变某人的心意的意思，所以呢想要试着去改变他的心意，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好的，所以呢 complete 这个字呢它是形容词，所以我们要讲它副词呢那就简单了，对不对？ complete 是形容词，注意哦，加上 ly 之后，来我们看音节稍微分一下。第一个音节 com come 一样的 plete， 好，这也是念成一个 plete。 那你可能会说，诶 Andy 这个 e 不是在字的中间吗？为什么它不当一个音节呢？因为这个 completely 这个副词它原本是形容词 complete 在后面加上 ly 所组成的一个副词的词类，所以呢这个时候的 plete 的 te 的 e 呢我们还是不当一个音节，一样的重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这个字我们就念成 completely， 它是个副词，中文翻成完全的。好，我们看看它的同义字叫做 totally。 那我们看例句。I'm sorry, I've completely forgotten your birthday. 啊、哦，真的是很抱歉。I've completely, 我完完全全地，啊，完完全全地怎么样呢？把你的生日给忘记了。这边用的是现在完成式。好，所以这个字呢，我们就念成 completely, 副词完全地。Complete, 及物动词是完整，形容词完全的。